好啊，呢條數咧，我會用我自己嘅 program 一啦，咁四啦、五啦、負三啦，咁就會計到個 delta 咧 ，B 次減四 C 咧就七十三。咁第二個數咧就係 alpha 嚟嘅，0.443係 alpha 嚟嘅，再撳多下係 beta 嚟嘅。呢兩個咧我已經入咗落去咧個 alpha x 度同個 alpha y 度，咁因此咧我就只需要撳一除二 x。一除括二 x 啦，三括加一除括二 y 啦，咁已經做到咧，係五 over 六 ，answer 咧就 D。但個問題，你首先要入咗呢個 program 先啦。咁個 program 我撳一次嗰個 step 俾你睇啦，就係問號佔咗 A， 冒號問號佔咗 A。B 冒號問號佔咗 C 冒號 B 次減四 AC 佔咗去 D， 跟住加個三角形，跟住就再玩落去咧，就係負 B 加開方 delta 除 2A， 咁 delta 即係 D 啦，就佔咗 X 即係入落個 X 度啦，跟住再撳三角形，再括號負 B 減開方 delta 三括號除 2A， 再佔咗去到 Y， 咁啊48個 steps 咁啊入完啦，咁你就可以咧 store 咗個 alpha 同 beta X 同 Y 咁嘅意思啦。擺落去，咁你就可以做到啦。嚟多次啦 ，program 一，跟住撳四啦、五啦、負三啦、delta 啦、x 啦、y 啦，咁你就一除二 x 加一除二 y， 你就可以做到五 over 六噶啦。answer 就 D dot。